这个摊儿从来没见过啊，胡萝卜和黄瓜。妈，行，撒点，马上了。啊，撒点。妈，这个摊儿也太简陋了，就是胡萝卜和黄瓜，撒点玛莎拉就能卖了。Thank you。我的天，这个也太简陋了，兄弟们，就一个胡萝卜，这就能卖了。嗯，是那个味儿啊，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我出这买杯茶啊。今天是星期一啊，兄弟们，按惯例在这儿喝杯茶。还是啊，不用说啊，我叔自动就拿出贵宾杯来了啊。他这还卖面包啥的，但是我不怎么饿啊。对我跟对别人区别很大啊，就我绝对是他亲侄儿。这个老一辈的人，这个都不善言谈啊，特别的低调啊。这个是柠檬啊，柠檬汁儿。好嘞。酸甜香，回味悠长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他今天不是想拍他啊，但是他今天戴了个特别蓝的口罩啊，就是我操，说你戴口罩，你怎么还摘下来了，叔啊？啊，不太好吧？挺香的，辣子糊的，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来一个鸡肉肠，尝一尝，从来没吃过这个，里面是像囊包肉似的。要是好吃的话再来一个。这个饼也是现烙的啊，货真价实，瞅着挺好，我尝尝什么味儿啊。好吃就多吃两个，不好吃就算了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，挺好吃，我再来两个。来一个街头蛋糕啊，兄弟们。这个可干净了啊，你看鸡蛋现烤的啊，这次是头一次吃这么好的啊。这个蛋糕特别好啊，看里面是中间好像是鸡蛋啊，特别漂亮。我说我的木给掉了，你不能不能收下一个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，好吃。这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？给我一个呗，一个。这是一个炸的东西啊，也不知道是啥，就这个东西裹上面，然后炸，啊。还是素的还是荤的，我怎么感觉像个大虾呢啊。看一下这个，我查了一下是个虾啊，是一个大虾竟然。good。 嗯哎，又死了，把狗死呀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，好吃。给我来个果汁啊，来个这个，买个果汁啊，兄弟们。哎呀妈呀，
我还以为现账呢，直接这么来。好嘞，渴了啊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，这个就是甜甜圈制作过程啊，把那个面放到这块抹布里啊，然后这么使劲挤，抹布上有个洞啊，然后使劲挤就行了啊，然后就疯狂的瞎转就好了。哎呦，这是个艺术家啊，兄弟们。好久没吃甜甜圈了啊，这个就是甜甜圈，老甜老甜那个，拿出来啊，在这里裹一裹糖啥的啊，蘸一蘸水，哇，刚炸好的。嗯，哎呀，真甜呐！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！又来我叔这了啊！今天没有一次性杯了，我叔给我刷刷杯儿啊，一次性杯用完了啊！我叔，你们发现没有，特别像王者荣耀鲁班大师啊，打辅助的。还是老规矩啊，先烫烫杯消消毒。嗯，白糖、柠檬、柠檬丝儿，搅拌均匀，成了。累。一如既往的好喝。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。上次在他这买受骗了啊，就没等压就出来一杯。看看这回啊。这个甘蔗应该是挺甜啊，要不甜的话不能有这么多那个啥啊。你甘蔗汁儿多少点黑呀，干净卫生啊，兄弟们，多少带点黑。